今天拿到这个证真的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在中国有这么多年，我是1997年刚刚到中国的时候，也中文都一句都不会说，然后在这里慢慢适应，慢慢习惯，然后拿到20年后能在这个方面拿这样的证，给我自己，给我的家庭，真的是很有帮助的。